哥哥，看到治安局发来的消息了吗？都什么年头了，区区更新执照这种小事，居然还要劳咱们大驾肉身跑一趟治安局。那现在就出发吧，快去快回。嗯，离我们最近能办理这个业务的是光印广场，走吧走吧。有新的报告啊，失礼。朱渊队长，请继续。是，本次行动的目标山狮是一支崇尚武力且专注于暴力犯罪的武装集团，他们的首领瑞扎凭借自己强大的战力和狡猾，笼络了一大批好勇斗狠的帮手，其中需要格外注意的一个新面孔简。此人近期在山狮的犯罪行动中多次起到关键作用，在帮派内部地位蹿升，这些人就是本次作战行动的目标。我们计划以小股精锐力量发起一次突击，打击该组织的中坚力量，挫败山狮势力。队长，我有疑问。请讲。山狮团伙的核心优势是武力，但就算是不怕死的亡命徒，说到底也只是土匪强盗，不可能在武力上强过治安局吧？为什么不直接摧毁他们的老巢，而是突击他们的中层呢？那是因为我们做不到，至少暂时还做不到。你的假设是正确的，三思治安巡查。就算冠以山狮的名号，在治安局面前也仅仅是鬃毛长一点的大猫而已，不足为惧。这些人真正的棘手之处在于隐匿。隐匿？没错，这群不法分子每次实施犯罪后都能通过空洞逃避治安局的追捕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局已经实施过多次全面搜捕，其中不乏系统性的针对其活动空洞区域的地毯式排查，可惜全无结果。除非你的报告是好消息，请一致安官。嗯，且容我回忆一下，报告说情报同僚们在旧工地空洞区域捕捉到山狮帮消息。若要执行突击作战，现在正是好机会。嗯，我明白了。我局为这次行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进行布置。朱渊队长，你知道它的意义。是的，长官，我知道。很好，这次行动靠你带队，务必要成功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带好诱饵行动，作战开始。前方发现山狮帮帮众，逮捕他们。交给我吧，队长。
年轻人不要冲动。丁前辈，跟我来。我来你。为何停在二层了？看来去三楼需要解锁才行，找找钥匙卡吧。看，那些杂乱堆叠的物质可是路障。粗制滥造的岩石，不足为虑。赛斯，我最擅长拆这些了，放心吧。绝不让队长失望，这些罪行不可饶恕。前方发现山狮帮精锐，各单位小心。有趣，让我好好讨教一番吧。有偷袭，有克，立刻停止反抗。你有权保持沉默。赛斯听话，在这儿去惩戒一番。赛斯，前来助战。奉命缉拿。收到命令。走开！来！请先去休息，千羽前辈，你们被我包围了！哼！队长，他们身上没搜到钥匙卡，藏得如此深，竟然还有这钥匙，该是在此处。正好，击败他，调取一下数据。队长，我来帮忙。抗拒从严，那就都出拿备案吧。举起手来，持续射击。瞄准。是了，找到电子权限，即刻下载。很好，乘电梯上去吧。队长，这里还有山狮帮的人。准备好，接受审判。全部缴械！前面有人的气息，注意埋伏。压轴戏要开演了吗？注意，两点钟方向，在上面。那个人就是本次的目标吧？没错，准备迎接制裁吧。谁制裁谁，还未必有定论。准备好被戏耍了吗？惩戒一番。你被逮捕了。怎么，
十次射击。不要眨眼。哎呀，这绷带呢？这些罪行不可饶恕。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放下武器，去监狱反省吧。啊，必须认真点了。方式太无聊罢了，只知正面进攻令人乏味。我就是要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打赢你们这些败类，我最瞧不起歪门邪道。是吗？真不巧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歪门邪道。我就说了别乱走，别乱走，你看这不是迷路。抓住他们。有以太物质的味道，小心。这些人只会拖慢我们的速度，治安局的人还在外面，不要节外生枝，快撤退。等一下，谁？别管，不要伤害无辜市民，放开他们。放开他们？行了，你拿自己来交换吗？可以。竟然答应了。怎么样？我说有用吧？烟散了，保持队形，注意警戒。中央队长，发现三名市民没有受伤。那些山尸的人已经不见了，和拜伦长官说的一样，又逃窜消失了。等等，赛斯呢？是的，现场除简以外的其他亲卫均已抓获，两名意外出现的市民和赛斯巡查不见踪影，有证言说是遭到帮派分子的俘虏。我明白了，全队整装待发，等候指令。如何，长官可有指示？行动失败，我等要受何处分？面色发青啊，看来是很严重。终于到这一天了，我先找个纸箱收拾办公桌，然后归还装备。对了，入职的茶杯可以带走吧？哎，等一下，前辈你回来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行动没有失败。可怜的朱渊，内心受创已经不清醒了吗？山师帮的亲卫，包括那个叫简的关键人物都逃跑了哟，行动确实失败了。没事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不是的。别摸我头啊，我清醒得很，行动真的没有失败，
至少成功了一半。好吧，本来也该在行动结束时告诉大家实情的。前辈，你还记得山狮帮的特点吧？擅长隐匿，屡次依靠空洞内未知渠道逃脱抓捕，因为找不到他们的老巢位置，才始终无法斩草除根。然，这些匪徒明明自命为狮虎，最擅长的却是鼠窜。依我看，应该送他们一个老鼠做领队才是。没错，就是那样。看来你已经明白了呀，前辈，不愧是你。虽然我完全没明白，但是多夸几句也无妨哦。你刚刚说的那句话，其实就是上层筹备已久的真正作战，送他们一个老鼠做领队。咦，简度，治安局外聘犯罪行为学顾问。什么？他是我们的人？没错，简一直是我们治安局的合作对象，这次也是与我们合作担当内应。他就是送进去的老鼠，是本次行动真正的诱饵。作战计划的真意是演一场戏，让简获得更多信任，好进入山狮帮高层，查到他们老巢的秘密。属实大胆的计划，这么看来行动确实成功了。没想到啊，本以为赛斯是个耿直一根筋的小伙子，竟然演得如此之逼真，还以为他真的被抓走了。主演你为何不笑？而且脸色还愈加发青了。前辈，我刚刚说过行动至少成功了一半，对吧？赛斯就是那另一半，他和那些卷进来的民众是无辜的，他们真的被山狮帮的人抓进去了。咦，谁啊？还能有谁？快给老子开门！啊，可是上头说按规定的暗号敲才能开。磨磨唧唧的，你是第一天做事吗？啊？这里是巴莱大厦空洞区。没错，简大姐是第一次来哈，也难怪，这个中转站是离咱们的老家石潮最近的点之一。按规矩，平常没有老大点头是不能直接用的。没错，那个要使用这里需要老大的许可。敢质疑老子？你做老几啊？那我够格质疑你吗？老大，那是山狮瑞扎本尊。中转站的使用规矩、敲门的规矩、山狮帮的规矩，都是我定的规矩。定规矩是为了遵守，你们却偏要违反，为什么？老大，我们。我们遭到了治安局的埋伏，迅速又周密的布局，事发突然，情况混乱。如果不紧急撤退，可能会有弟兄们交代在那里。哦，没错，老大，我们还抓了一个治安官回来，你看。是你做的？是简。老大，简大姐今天又立功了，多亏了她拖住治安官释放烟雾弹，我们才能顺利脱身。你们这些不守信用的家伙，卑鄙无耻！称不上击败，这个笨蛋为了救市民，自己甘愿做人质交换，很好骗。做得不错，姐。等时机合适，我会让你晋升成真正的亲卫。哇！听好了，治安局的蠢货们还在紧咬不放。我要去调查他们的抓捕计划，你们先在中转站暂避风头，我很快会安排人接应你们，分批回到老巢安全脱离。明白吗？明白，战士万岁。
为什么挣脱不开？明明只是拘束带而已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来这的路上已经给你注射了肌肉松弛剂，你现在能站稳已经算厉害了。肌肉松弛剂，难怪我感觉使不上力，竟然对无辜市民使用危险的违禁品，你们真是罪无可恕。哎，我们可没有给其他人注射，只有你一个人享受了这个待遇。什么？可恶，你们这些专使阴招的卑鄙之徒。对普通人这么做或许是卑鄙，但对一个把挣脱拘束带称作而已的人，这叫谨慎。你明明有头脑有身手，为什么不用在正道上？为什么要加入这种暴力犯罪团伙？哦，听你的口气，你好像很了解我。我当然了解你，我可是研究过你的全部档案简度，近期加入山师帮的新秀，凭借过人的身手和头脑在帮派中步步高升，现在已经是亲卫级别的核心人员。嗯，然后呢？从档案来看，你确实是个典型的帮派流氓，狡猾凶狠，卑鄙无耻，手段残忍，但我知道你绝不止于此。你肯定还有很多优点，你有的吧？你问我？我们先假设你有，我个人是相信你有的。而且你跟山师帮的其他匪徒不一样，你的内心还留有善良的一面。你有的吧？总之，姐，你还有选择，你可以改邪归正，一切都不晚。如果你跟我合作，我愿意个人信誉担保，让治安局记你将功补过，给你公正的审判，怎么样？你叫赛斯，对吧？啊，没错，那就是我的名字。关于我提到的条件，喂，坐在里面那个小妹妹，就是你。你们身后藏了什么？啊，我什么都没有藏。别搞错了，真正有谈判价值的人质只有治安官，你们缺胳膊少腿，可没人会心疼。说，你们藏了什么？等一下，姐，你怎么突然发疯？据说坑洞里遇难者遗体的眼睛最容易被老鼠啄食。小妹妹，我看你的眼睛很漂亮啊，他们一定很喜欢。我没有，我真的。我再问最后一遍，你们到底藏了什么？水。饮用水，押送来的路上存下来的，是我让他们藏的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赛斯治安官有着极佳的以太适性体质和身体素质，身手过人，而且你还有很多优点，耿直善良坚毅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认识我？不，我完全不认识你，只是你太好懂了，而且全是坏人喜欢的优点。耿直所以不善说谎，善良所以容易被控制，坚毅所以不会轻易崩溃。跟你合作我看不到一点希望，因此奉劝你们乖乖当好人质，别耍花招。毕竟这里只有我的内心还留有善良的一面了，对吧？你这家伙。喂，负责看守的人呢？过来。哎，简大姐，你叫我。看好他们，人质待遇照规矩来。另外，每次送水时给治安官大人三倍的量，他不喝完就不许给其他人质喝。什么？你不是喜欢水吗？就让你喝个够好了。
开始调查吧，目标是那里。探索一下其他区域看看。原防激光网啊，还是别硬闯了，绕行吧。嗯，成色很新的箱子，一定是帮派的东西。到处都是防爆门，或许有能用的东西。果然没这么简单呢。会绑定权限卡，运气不错，去试试看。很好，打开吧，可以继续前进了。这看，别被打中。可以继续前进了，那是控制终端，或许有情报，调查一下吧。果然没这么简单了。可以继续前进了。前面的路可以绕到刚才被堵区域后方。前进了，很好，绕道成功，开始调查。可以继续前进了。速战速决。
继续前进了。很好，打开吧。又是机关啊，绕路前进吧。希望这就是最后一道门了。不准逃！呀呀呀呀！终于到这儿了。希望离开后能找到失巢的线索。
终于回来了。真是的，那个治安官小姐姐明明说资质更新的手续很快的，结果到家都晚上了。好饿啊。嗯，不是因为你在光影广场逛街才逛到这么晚回来吗？不能怪治安局吧。哥哥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，就算是我逛街花了时间，你也可以找个其他角度怪他呀，比如耽搁了我们录像店的生意什么的。那不还是逛街的错吗？好了好了，别掐我，你也饿了对吧？回店里检查一下，我们就去吃饭吧。因为逛街耽搁了录像店的生意，所以吃什么我来选。啊，怎么这样？哥哥来选的话，一定又是拉面。来打赌，如果没有客人上门的话，就让我来选。哎呀，抱歉小妹妹，看样子今晚你一定要吃拉面了。您是？不好意思，两位是这家录像店的老板吧？我想求租一部影片。原来如此，想要租一部跟山有关的惊悚片是吗？仅凭这个关键词的话，都怪我注意力不集中，没有记住具体名字，果然很难想到吗？搜索难度是其一，其二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已经打烊了，营业系统重启算账和录入会员什么的会有点麻烦。这样啊，让你为难了小店长。那我再去找找其他专业的影像制品店碰碰运气吧。另外恭喜了小姑娘，我这个客人没有当成，看来你今晚可以不用吃拉面了。请等一下这位客人。转念一想，您专程来找我们一定很辛苦，就为您这份诚意，我们也应该为您找出这部影片才对。哎呀，真的可以吗？那营业系统什么的怎么办呢？可以先挂名记账，不是问题。哥哥，你的算盘打得也太响了。怎么会呢？我只是要证明我们 Random Play 就是附近最专业的影像制品店。请问客人，您那位想看影片的朋友大概有什么特征？胆量大吗？装作胆子很大，但真的让他去做点什么又不太敢，而且善于找借口。听起来像是入门级的惊悚片爱好者的水准。那不就跟哥哥你的程度差不多？哥哥，最近进货的惊悚片有哪些你敢看呢？零，以我为标准是不准确的。作为录像店的经营者，本着专业精神，我也是会全部都看的。真厉害，吃完晚饭就来惊悚片鉴赏马拉松吧。只有禁谷、大空洞、波特山三部敢看。哦，我听说过禁谷这个名字呢，印象中不是我朋友指明的目标。是吗？那大空洞里跟山相关的戏码只有很少的篇幅，而且还不是惊悚片段，这么看来只能是波特山了。穷凶极恶的恐怖链锯怪人在寒风凛冽的山里对一群背包客伸出黑手，有大量刺激的动作场面，假血泼洒如雨，道具残肢和五脏六腑充满每一帧画面。今晚就吃素拉面吧。听你的描述，我很确定就是这部波特山了。非常感谢两位小店长，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大的忙，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。等等，这位客人请等一下。不用找零了，多的部分就拿去请小妹妹吃她爱吃的甜点吧，我请客，再见了。哇，这个暑息人小姐姐好飒爽啊，我喜欢。我是想说，她忘了在账本上留下名字，